另外，嘉义市政府新办全国国民中小学及自学进修的学历鉴定考试名题工作，在今仔日入围，预计完成国中五科、国小四科，总共有2243分的试卷。因应在3月17日，在全国29个市场，大约400人同步应考。为了鼓励适合的民众自学进修，并且经由鉴定考试承认其具有国民中小学级的毕业程度的学历，嘉义市今年新办这项全国性的试务工作。嘉义市政府教育处表示，自去年11月份开始，教育处甲协助办理的几项国小、民生国中都开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细心处理每一个试务的细节，而且经过多方的评估了后，选择各军营养馆设置围场，整个试务工作嘛在政府单位的协助之下圆满推动。国民中小学自学进修的一个学历鉴定的命题工作。那今天我们有17位伙伴，那就入围。那在整个一个命题工作上，那嘉义市政府要求一定要做到所谓的零缺点，那来服务全国29个市场，那将近有400位的考生。那在整个一个事务，在市长的一个关心下，那整个一个工作就告一段落。那我们期盼在3月17日全国同步的一个施策上，那都能够为考生做最好的服务。面对这款工作团队17人顶，在市府正方式的见证之下，由教育处林良庆处长点名依序进入会场进行审查以及这款工作。嘉义市今年举办这项全国性的试务工作，完成国中五科、国小四科，总共2243分的试卷这款工作。因应3月17日在全国29个市场，大约400人同步应考。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